哎，俊凯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电大一新生王俊凯。以这个身份来到《演员的诞生》的舞台上，应该是别有体会。对，而且现在还是以一个大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打扮。 你是想一直以这个状态，还是没有？因为自己被胶带缠上了。对，一定是给绑上了，是吧？对，那给他松一下吧，这样不舒服。好，子怡导演希望你能够。哇，大白！哎，你们看见啥了？你们见过？ 拿一个剪子吧，拿个可以撕掉。哎呀，这些孩子，哎，可以撕掉，可以撕掉。因为他的手是整个被那个胶带缠在这儿，得要剪子，得要剪子。可以撕，找不着。哎，这是头，头在这儿呢。好，哎呀，国立老师直接用嘴咬开。谢谢国立老师。 中毒了，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好，你看，姑娘们都恨不得自己变成那把剪刀。特别恨我来咬吧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姑娘们想做那个胶带，缠得死死的。说得好准哦。